我今年77岁，50岁就寄寿量保障那边，进了50年。俺生下27岁。他是慈济志工梁静珍，泳姿灵活利落，动作不输年轻人。年龄不是障碍，静珍阿嬷用行动证明老来是宝。我的慈济那时候就是环保，做环保，我去收那些环保资源，那些桶啊什么资源我都去翻了，去翻。不过那些有时候你去啊，自己感觉人家看的眼光好像说我是去收那些垃圾的，要赚钱的。我就自我介绍，我说我住这边二校的附近这边的，我是做格达巴鲁斯穆拉的，我是拿来帮助人家。总是带着笑容的竞争阿嬷，把握分秒付出，自己投入，还要邀人一起来做好事。木星我觉得哈，我们又可以跟他结好缘，而且我又可以讲慈济的事给他们听，可以大家给他们一个净化人心嘛，大家一起来做手心向下的人，帮助人嘛。过程也试过挑战重重，但竞争阿嬷说心不难，事就不难。有些真的好像你去跟他收这个月刊啊，有些好像情不愿这样的，好像就很不好。后来我现在自己也是做了这么久，就改变现象，一去到就跟人家说来送佛给他，他们就很脸色就不同了。从环保慈善到住校宣导，只要时间许可，就可以看到竞争阿嬷的身影，而且还越做越欢喜。你开心就会变年轻嘛，对吧？真的做慈济那个脸都不同，不会说也要那个脸啊臭臭这样咯。台新闻黄兆峰、林彦君、许国敬，马来西亚报道。